高耀杰也因为他的这种耿直率性，成了另一些人眼里不受欢迎的人。我估计啊，我们山东啊，下一步到了三五年以后嘛，很可能变成一个很大的重灾区。我要说这，可能你不能接受。最起码我要这样说，我要没有，着实根据，我不能跟你这样说。我今次见的省长，我要见省长，我也这样说。现在光公开的卖鞋子，养猪这个鞋子关了开开，现在16号一夜的还抽了100多，厉害不厉害？还有一个神仙，神仙这个鞋子现在还大幅度公开卖，而且这个鞋子往北京运。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运城。那他要是不担彩浆，他不担彩浆，然后他严格按照咱这个采血的使用一次性的这个采血的物品的话，那他也不会造成。他这是绝对是非法采血的，因为这个温度过了，就是现在输血法已经放温度了10年了，对不 对, 对？而且他是回收。现在在中国是禁止回收的，对不对啊？对。现在他是抽800，回收400，给你80块钱。但是据我们那样了解的话，咱云南这边，云南呢、贵州啊，包括是广东，我们和他这边。你要是跟着当地政府说，官员们说的话，跟看见的不一样。就是他云南的吸毒传播也占了。云南的吸毒传播现在我内心里不承认，因为咱专门提了啊。但是为什么他们呢？他那有吸毒传播，比内地多。多得多，因为前一天。但是绝对不会是60%以上。前一段我们云南问题绝对不敢再推到这个吸毒上。如果不打掉这个血缘，中国后果不敢设想。很恨这些有知识的人，也说瞎话，也办假事，也做假货，这是最可怕的。天理之行，事业居下呀。你得从任何事情从自己做起啊，要都随心服人，都想瞎话。你看刚才那个记者，他叫上午刚搁这刚走，我都跟他说，还是说呢，我希望能不要说瞎话。恁等着，不要等着说瞎话的人。2005年第15届全国书市开展，高耀杰的第4本新书《中国艾滋病调查》正好出版发行，他来到这里进行签售。我感觉的话，主要是无知。像这种事情，我遇到的太多了，我无所谓，因为他们无知，所以他传染上艾滋病以后，他也不知道从哪来的。他们很可怜，无知最可怜。尽管这两天的活动让高耀杰很是疲惫，但是面对大学师生的邀请，高耀杰仍然坚持前往。其实艾滋病不可怕，可怕是无知。我希望同学们两个希望：第一个，我们能有正确实事求是的宣传艾滋病怎样预防；第二个，
我们要坚持入川安源。春节快到了，我希望三大的同学到那个村上看。行啊，对，我找人协助来，这就。他家呢？他搁家等着呢，他搁家等着呢。啊。啊，有狗拴着呢，我趁着他家出来。他还不会又跑？他吓唬跑。他家有狗。啊，有狗拴着。拴着。嗯。哎呀，你这个地方真难呐！俩小孩啥时候放学？他一会儿都放学。哎呀，你这个路真难走。奶奶来了，看看。高奶奶。啊，你叫个三桥是吧？不是。啊？你叫三桥。他叫三桥，他叫乔哥。他叫乔哥。啊，我怎么还是一样的？现在看来又不一样了。长得不一样，长得不一样，这叫整点。哎呦，这个兔子！这是冷不丁给他一拍，他觉得在我这里，搁家只管念叨这高奶奶来着，说啥时候上郑州去看看去。嗯，这个是我可想俺高奶奶，可想俺高奶奶，他啥消息都是。念啊，我这个紧着呢。学习成绩怎么样？三年级是吧？嗯。做闺女做是得奖的，啊，做闺女做是得奖的，人家去哪去都。你可别想吃个生方便面，你给这水泡泡，生方便面影响胃，嗯，知道吧？嗯，中，叫你花点钱成天来看，哎呀，心里俺琢磨着，咋感谢你嘞？感谢不完嘞。这个真是感谢不完，听见了吗？他要感谢你，感谢我，你个长大成人，就跟那个高林一样的，个高中人能考到九十多分的工作，将来上个大学，都是这样报复我、报答我。啊，我死了我也安心了。啊，咱慢慢的回去走吧。你看，天冷了，给他好好读书吧。你不读书，才不能改善你的命运呢。你说对吧？你不读书，你咋办呢？你才不能改善命运呢。嗯。不要，你咋不要啊？你不要，你不要，我全也拿。走吧，走吧，不算这是我一个人。在艾滋病这场世纪瘟疫面前，我们需要的是全社会更多的理解和关爱。在抗艾的征途上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全社会同舟共济，不再是一个80岁小脚老太太蹒跚独行。